那科学家说，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有4%，我们才能够用现代的仪器去测量啊，或者使它显形。那么有96%的由暗物质、暗能量组成的这个隐态世界，就是所谓隐态世界，就是对我们食素人不开放的世界，它隐藏着。那对我们普通的人类不开放的这个96%的世界，隐态世界啊，它比我们4%的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很多。那么其中就有灵魂的世界。那么好好修炼《孔雀明王经》，帮助我们实在太大。一个是帮助我们的九族，帮助七世父母以及七世父母的九族，帮助他们从六道中都得到解脱。说是那么在孔雀明王法会期间，借助孔雀明王经的契约力，十法界众生会在我们跟我们在一个空间，这个9个坛城的孔雀明王的曼达拉，孔雀明王曼达拉在胎藏界里面，它是这个苏喜地院的中原啊，重阳啊，下元节啊，那么这些大的祭祀日子，你要烧点金纸银纸给他，他那边那个世界他要用得着这些钱。你舍掉了有形物，在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能量物，这个叫职能互换，就是钱没了，能量增给你了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职能互换的一个道理。你要懂这个，现代科学帮了我们很多的忙。以前在佛经上的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释，现在用量子科学都可以解释了。